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说啥事儿啊？现在多忙啊，等一等，完事儿得啊，客人都走了再说。不行，我得跟你捣鼓捣鼓。老大个事儿了。那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刚才出去倒干子去，我看这小张跟个老太太在那块嘀咕嘀咕的，他那就是跟客人拉关系，吃回扣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瞎说了，小张能干那个事儿吗？哎呀，搞得真不错。打造的这。 这种江南的这种风情，是都多少有点那味道。那是啥呀？方圆百里，能打造出江南水乡异地风情的感觉，非四书莫属。<笑>那个，哎，一会儿你来时候说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前两天接到了客人投诉，说咱家这个客栈这个服务态度不好。是，因为啥呢？他有时候。 那个素质啥差很多，让我给撵出去了。四叔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既然开门做生意啊，服务之上，信誉第一。你怎么说，咱服务得态度得好。你要不然的话，你不影响咱们现在身体，就形象吗？打个比方，就这生意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客人来了，完了呢，把那客人非要让你媳妇陪的，那你能干呢？ 咱家整的也挺好啊，这怎么这游客怎么就没有呢？要不然爹你们也没啥事儿，我就出去拉拉客。我倒想过，但是吧，我毕竟是村主任退下来的，你说举个牌子上村口拉客去，总感觉有点掉价。我想在这住，不是你住不行，关键咱这没有地儿，你这。你关门干啥呀？不是。 不是我关的，是大妹子关的。我家不提供住许，哪有地方搁你啊？挤一挤呗。往哪挤啊？挤我这屋？那我上哪去？你看你咋这么说话呢？你啥时候来吃，我啥时候给你做。还不好了，咱先吃饭去。那行，大妹，那你先吃排骨吧。先吃吃饭。好，咱慢慢商量啊。我上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也太吓人了。 洗了，洗七八遍。这里边全是泥呀，最起码十遍以上。你看你这洗的，这玩意儿都不卫生。你听我的没错。你这太讲究了，你这高水冲啊！是啊，你咋说的？不是，哪来的便宜点儿啊？我知道。嗯，这个肉好吃，你吃。啊，谢谢江奶奶，我自己吃就行。我就觉得这老太太。 惯着腾飞来的，能不能是腾飞的什么亲人？腾飞，咱说心里话，那大孙子现在长得又白又胖，虎头虎脑的，可以讲人见人爱，是吧？那老太太见着腾飞了，那喜欢他不太正常不过了吗？那万一要是他亲人怎么办？哪有万一？哪有万一呀？事儿就那么巧啊，让我们老谢就能摊上。你呀，你快给我闭住你那乌鸦嘴吧你！ 啥味儿啊？这是，臭啊！待不了，就走。哎妈呀，你们也爱吃啊？啊，刘叔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都老爱吃了。哎呀，来的时候我都想拿几罐了，就怕拿着你们烦，你知道不？哎，我来这几天饭都没吃多少。这辈儿我告诉你可老挣了，你有他的话，那高低在这得待几天。哎 爹，你这打什么？啊，睡了吧？睡觉你都抽筋，这挺好的小板儿啊，这时间长都不打了，这点儿都不行。行吗？儿子咋的？爸爸，我也想学。那行啊，你留下也把这也挺好，没事咱在这多住几天，你跟他学学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遇见高手了。咱家那仨游客嘛。 太干净了，那就差炕一天就得用好几包份，这是个时间，这也太浪费了。我寻思这两天我给他整走的，说啥也不走，就想在这待。爹，嗯，我倒有个招。哎呀，刘叔，刘叔。 饭没有证啊，十天八月翻一回，翻一回得四五天。
他要再来的话啊，你就当没听着。你这话说那能听不着？咣咣咣这么敲，心脏病都下犯了。哎呀，你太能演了，演的还真事儿的。你那头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别说你跑得错道。哎呀，你明天咱俩能吓跑吗？期待好消息。从人家走那仨人，能不能投咱俩呀？我那梦游是装的，他能看出来吗？没准啊，你看那男的心眼多细呀、啊！就你答应给邮寄那菜啥的，这有没有呢？妈呀，我忘了，我净顾着咋吓唬那事儿了。你呀、啊，我吩咐你的事你就不能一定要照办。那咋整啊？这赶紧邮去。今儿那老蒋太太又上学校去看腾飞去了。老太又去了啊？问腾飞身上有没有胎记？你这孩子实在还告诉他了。广坤呐、啊，我的条件非常的好，我想给腾飞带回去，给他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。你呢，条件差了些。我们家条件也不差，不瞒你说，下山也是首富。腾飞让我养的怎么样？白白胖胖的，你容我回去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你先回去吧。不行啊，老头子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这得跟永强和小萌得商量商量。你呀、啊，可千万别跟永强、小萌小这个事儿，知道不？这个事儿，现在就我跟你说了，任何人都不能让他知道。你说你这回去，你跟小萌、永强他们说了，万一这事儿是假的，他俩没上火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咱俩必须得静下来，稳住。我呢，这头好好调查调查，看看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完事儿了，咱们再去处理这个事儿。这烈包不住火呀，包住包不住，老伴你记住，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，咱俩要不稳，那能行吗？爹今天回来就气哄哄的，能不能跟姜老太有关系啊？差不多了吧，是不是这两天他们相处下来闹点什么不愉快呢？你说能不能跟腾飞有关？跟腾飞应该不能，要是有事儿，也是他们之间的事儿。要不明天你去问问吧。爹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他要是不想告诉你，问也白问。那倒是。你说我这心里边怎么这么不踏实呢？我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